妹。送你一朵花。这是送我的花呀？对。为什么要送妈妈花呀？因为今天是母亲节。哦，今天是母亲节的，送妈妈花啊？对。谢谢西西。不客气，妈妈我爱你。西西我也爱你哦。你知道这花叫什么名字吗？知道。叫什么？叫康乃馨，对不对？对，康乃馨。对，谢谢西西。那你先帮妈妈拿着好不好？妈妈推电车，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回老家把这送给姥姥娘，好不好？好，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二丫。今天母亲节呢，然后我妈正好也没在家。西西上舞蹈课，下午带着她回老家转一圈。我奶奶比较爱吃草莓和甜瓜，到那边采摘园那儿给她采摘点草莓，那个还新鲜，然后再给她买点甜瓜，回去看看去。走吧，爸，把这花回去送给谁呀？姥姥娘。走。来这儿摘点草莓，现摘的还比较新鲜。慢点啊，妹，热呗，热，快走。现在来这超市买点甜瓜，看有没有。Hello。有甜瓜呗。有，哎，就这没有拿一个羊角蜜啊？哦，是啊，价格一样呗。一样，那我一样来接吧。走，不扣了啊，西。哦，看老娘在家来了。看老娘。你是抠啥抠？这花几块钱？甜瓜花十几块钱嘛嘞。放别的了。姥姥娘，哎，祝你母亲节快乐，送你朵花。啊，这还要说，快点回去吃。母亲节的啥？还要吃啥呀？母亲节，母亲节做的都是啥？都外国的过着母亲节，中国过。中国过了十多岁。人家发一个花儿，人家回来，人家送给我。俺挂秃了半个月，村上。哎呀，这花好看呀！你说那花，你那别花邪乎，给你发花，你赔给姥姥娘了。人家送给我了，我说咱后边回去咱送给姥姥娘吧。人家说啊，报接口，报接口，报接口弄错的呀。哎呀，是啊。我说回来看看。我说看，还呀，今天给我买的真送了花儿。你要吃吗？到那摘来的草莓，你不是愿意吃草莓？人家现摘的。这个是牛奶草莓。这个贵的。这袋花40块钱。你光领那，别人都买那个小袋几块钱一斤的，一样大小一样。那个不好吃。好吃那一样。那你那不是对的？这个你别拿二斤肉吃回来。这个不是叫你吃，你说这个不好，你一个也不要吃。我不吃。这不是甜瓜的呢，你在家吃甜瓜。买点甜瓜好。甜瓜是吧？今天母亲节的，俺妈也没在家，我给你买点饭吃嘛，会。行，谢谢，我也买点饭吃。这是给弟弟的，弟弟可吃啊。这是给弟弟的啊。来，好好叫老爷抱抱来吧。去，别孩子，过来的，弄走了，这两天弄走了。这两天一直学走路嘞。你家的小走路嘞？啊，一直就扶着站起来的。这走的可快的，走一个哈。做一个蹲在地上，一个扑棱扑棱的。走一个，你看这个着力啊，走的更猛。我家伙，我走的快的。哇，来来给。嗯，行。爸，臭屁，给老爷拿呀。
了，你啊？哦，那个腰子呢？啊，你也要吃？给你削的吧。给弟弟也削的。这印地了吗嘞？我咋摘了？这削有点那么困难。尝一个吧，我不尝这个，尝一个吧。太大了你，不是你。我说叫你买40斤肉吃多少，买个这个，往后不要你这。我这不是给你买的，你是摘俺的那窝的。哎，酸。那酸酸。那这时候尝的，那这个是牛奶味的，好吃呗，奶奶。好吃。哈。啊，你要吃，你要吃，你要吃。不适合我的口味。嗯。哪香啊！俺那双流道那个是吧？啊，对。俺有小的，有这的那个，俺10块钱。现在没有10块钱的了。还有5块钱的。没有嘞，拿大地的来吃，大地甜。是啊。嗯。吃完洗，吃完吧。叫你吃。你吃吧。我不吃，我这个不是不然不吃。吃一个。不。这个不适合我口。我还吃了一个，对。我还要吃。他把我想吃的，没事的，等你洗洗。吃吧，奶奶，这个不能放。好吃了都吃，吃下回回来还从这儿路过摘点儿给你拿回来。那草莓给人家咱种的那个，人家还摘了，长得挺横，结的挺横。啥呗？你坐好点。不想不想。坐在这儿呗。在这儿。先给洗洗脚，别人家过母亲节，俺妈给你洗脚。今天人家出外了，脚给你洗洗。嗯，摘呗。摘了。